我也好饿呀，我也好饿呀，可恶的小鸡看到他们跑过来的转眼就不见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树哥哥，干嘛？你看小鸡们是不是躲到那个地方去了？啊，好漂亮的房子呀，嘿嘿，胖乎乎，我们去看看。 小龙，鸡丁，这些来怎么往哪儿躲呀？要是被黄鼠狼找到了，就麻烦了。咱们往那边去，快点跟上。哦，哎哎，等等我。有人在里边。哎，我看看。你的作品一点价值都没有，我要的是激情，激情。你懂什么叫激情吗？啊？ 一点价值都没有，我们先溜进去。姐，快点儿！老师，我呀，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要的是一种力量迸发后的解构主义风格，一种超出一般人能承受住的视觉冲击力，一种……哎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哼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！老师，我。 你怎么还不接电话？老师，是您的电话在响。哦，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总之呢，9点钟后我再来看你弄得怎么样了。你要是不给我拿出像样的作品，就把你开除。嗯。 只有一个小时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雕成现在这样都花了好几天呢。哎呀，得赶紧了。喂，哦，什么？我们宿舍的水管爆了！哎呀，怎么偏偏挑这个时候呀？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哇，鸡丁，刚才真是玄乎呀！哎呀，真想帮他一把。 我觉得这个雕塑还不至于那么差嘛。小龙，那个小伙子真可怜，要被开除了。嘿嘿嘿嘿，终于长大小鸡了。嘿嘿嘿嘿，好，继续来。小鸡们，你们的自由行该结束了，终点站就是我瘦高高的肚子。 你们少来捣乱！那我们先招待招待你们。站住！救命！给我站住！好是没有用的，被你们抓到那才叫笨呢。什么鸡？快走！ 小伙子想不被开除都难了。鸡丁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要不是我们引来那两个黄鼠狼，这个雕塑也就不会弄坏了。嗯，我们动手来帮他吧。怎么帮他？我们来挖雕塑吧。<笑>哦，等等我。<笑>树哥哥，快看，小鸡们现在已经分散到单独的房间了。 这次咱们就来个瓮中抓鸡，单独进货。这次做什么鸡呢？笨蛋，先抓到小鸡再说。快跟我来！等等我，瘦高高。哼哼，看我大显身手吧。嘿嘿嘿。
瘦高高，鸡丁敲敲打打的在干什么呀？你笨蛋，这叫做艺术雕塑。艺术雕塑，嘿嘿，小鸡们越是全神贯注，就越是抓住他们的好机会。嗯，真热呀，这样太累了，看来要出动秘密武器了。喂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快，胖乎乎，趁现在咱们去抓住鸡丁。鸡丁手上的东西太厉害了。哎，这个雕塑要怎么做才好呢？青春的时间不能浪费。吼吼吼吼，看我的雕塑拳。可恶，胖乎乎，跟我到这个房间来抓小鸡。来了来了。原来是鸡小龙在这儿啊。鸡小龙，我们来了。刚才好像有人来过。咦，气死我了！胖乎乎，咱们去抓熊大鸡，这次一定要抓住他。原来熊大鸡睡着了，多谢四代祖先保佑，让我们顺利抓住鸡。老鼠狼，救命啊！熊大鸡有危险！你叫过喉咙也没用的。住手！鸡丁，小龙，又是你们两个家伙！我们错了。哼，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捣乱！回来了，我们快躲起来。等等我，你们两个也一起躲起来。终于把水管修好了，接下来可以这下可糟了。你愣在门口干嘛呀？老师，看看你的作品雕得怎么样了。这个老师，我啊，这就是你雕的？这是什么呀？哎呀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的天哪！我要的是激情，是激情，不是机器。这怎么看都像是超市里卖的廉价复制品。老师，这个根本不是我雕的。那就是这个了。这激情是有了，虽然你不知道你是怎么雕出这种纹理的，可是这也太没有美感了吧，一看就是影响市容啊。这也不是我的呀。啊，难道是这个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想气死我呀，这怎么能叫雕塑呢？小孩子胡闹嘛。不是不是，当然不是我的，我的雕塑在，我的雕塑怎么不见了？去哪儿了呀？熊大鸡，你就知道偷懒，这下那个小伙子要被开除了。鸡丁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都要怪黄鼠狼。这不是我的雕塑吗？老师，我的作品在这里。哎呀呀呀！都是两个黄鼠狼干的好事，这下小伙子要被开除了。太棒了，太惊人了，激情，这才是真正的激情。老师，我教了这么多学生，终于遇到一个天才的雕塑家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赶紧把你介绍给世界最顶级的鉴赏家们，你一定要向他们好好说说你的创作历程。真的吗？来来来，跟我一起去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雕成这样的呀。这个惊世之作正是在我瘦高高的悉心教导下完成的。你们这些小鸡呀，差远了。看来接下来还真是雕塑家们噩梦的开始喽。快快加起望远镜。
站着，可别站。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手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